都说人有情，相思谁人忆，我道人间多少苦楚，生死无心。你这只傻傻的狐狸精，今生来世只为情。狐狸精，狐狸仙，千年修行万年间，火红牙，露珠牙，霸气呀是无双，霸气呀是无双，是这是咱们店自酿的鹿角酒，乳喉不辣，清爽绵甜。等会儿比赛的时候，你啰嗦。哎哎，姑娘，哎，好酒啊，啊，是不是？都是伤心人呐。我才不伤心，过得好着呢。来，姑娘，干，喝。人生艰难，我把我的肩膀借给你，想哭就哭出来。做人好难啊，做妖也难啊。哎呀，这做人妖啊可更难呢。马上就开始，但是参赛的人员只有八个。老板娘，既然今天晚上我们大伙都来到了你这神来酒馆，我们都是冲着这灵犀屏风来的，我想您还是先介绍介绍，怎样我们大伙才能获得这个参赛资格？对呀，可是这参赛名额已经满了。刚才店小二在每桌上放了一坛我们神来酒馆的好酒，前八位喝完的就是参赛选手。这不公平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不公平，规矩应该提前讲嘛。规矩应该提前讲。闭嘴，这店是我开的，规矩是我定的，谁要是不服上来。姑娘，姑娘，您被选中了，跟我来一趟吧。选中什么呀？去了您就知道了。有酒吗？有，有上好的酒呢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好，我们走。对，我去这边去喝酒。慢点啊，姑娘。我要喝酒。喝酒。没想到第一位参赛者是个小姑娘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叫什么名字？从哪儿来？现在成亲了没有啊？成亲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琼花怀了我的孩子。你扶我干嘛？我要喝酒。把他弄下去。是。我要喝酒。喝酒。喝酒。
参赛选手已作画完毕，但是灵犀屏风没有丝毫反应，所以本次比赛没有赢家，就此结束。不同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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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画的比他们画的好。且慢，老板娘方龄才800岁，怎么就糊涂了呢？我可还没上场呢。哟，姑娘，您这是酒醒了？那快点来这儿啊！没想到这屏风最终会落到你小姑娘手上。胡说八道，快抢，快抢，别跟他废话，快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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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人，你醒了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不是人。不是人？那你是什么鬼啊？我是你画出来的狐仙。狐仙？嗯，是的。哼，他也配做我们的主人？又是谁？不错。哎呀，我发现你长得也挺不错的嘛。玉烟，别闹了，你把主人吓到了。哎，大仙，两位大仙，我只是个可怜的小女子，没爹没娘的，男朋友还跟着闺蜜跑了，求两位大仙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主人，你别生玉烟的气，她之前啊是个山大王，性情是残暴了一点，但其实是个好人。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吗？
咒谁你知不知道？我看看你，整天就知道喝酒。这个月的房租你要是再交不上来，你就给我搬走。这房子本来就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你娘？哪个是你娘？我可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姐只不过是你的养母，你和我家可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信口雌黄你！哼，我信口雌黄？郑学景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房契可在我手上，你明天要是再交不上房租，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老娘告诉你，我还在这里注定了。现在在哪里啊？他现在就在后院里。缝里面那三只狐狸，是的，主人，我们三个本来是被困在玉仙笔中，但昨晚您把我们封印在了灵犀屏风里，给了我们自由身的同时，也和我们缔结了主仆契约。玉仙笔，灵犀屏风，主仆契约？是的，玉仙笔是乌角先生的武器，我们三个都曾被他收服过。灵犀屏风就是这个您昨晚赢得的奖品。它是天下第一封妖宝物，没有任何妖魔可以逃脱它的封印。妖魔一旦被封印其中，就会不可控，和封印者缔结主仆契约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你的狐仙男仆了，会忠心服侍你十年。十年之后，契约就会自动解除，我们就可以活得自由身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这个……本大王告诉你，现在立刻把契约给我解除掉。否则，我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要了你的小命。可是我不知道契约怎么解除啊！你不知道怎么解除？契约是你缔结的，你会不知道怎么解除？我昨晚喝多了，我到现在这个脑袋都是懵的。那我就让你清醒清醒。你干什么？快把我放开！哎，你们别闹了。白胜哥哥，我现在肚子好饿啊。乖，待会儿给你做栗子糕。好，还是白胜哥哥最好。喂，哎，我还在这绑着呢。主任，您就帮帮语言吧，他不会害您的。那我怎么帮他呀？您是灵犀屏风后门的主人，您下达命令就行了。我下达命令，这命令我怎么下达呀？您就正常说话就行了。哦，好。什么人？来拿灵犀屏风的人。
拿灵犀屏风，你拿得走吗？只要杀了现在的主人，我就是灵犀屏风的新主人了。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被解封，法力尚未恢复，不然我早就一招杀了你。快把我放开！怎么样？你们别再反抗了。人类女孩得到灵犀屏风的消息，已经在一夜之间传开了。你们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。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。袁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真的没事吗？啰嗦。袁，跟我上楼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不用了。白神哥哥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啊？我好饿啊！我再不吃饭，我可真的要饿死了。等一会儿。既然都来了，还躲在暗处做什么？都出来吧。可以封印天下所有的妖魔鬼怪。你昨夜在神来酒馆获得灵犀屏风的事，现在已经在三界传开了。他们都是带着灵犀屏风来的妖怪。那这个屏风我不要了，快让他们带走吧。如果让心烦不轨的妖怪得到灵犀屏风的话，他们就拥有了控制天下所有妖族的能力，后患无穷。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。小黑，你也快去帮忙啊！去啊！我好饿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你。怎么是只狗啊？算了，有灵犀屏风在，小黑就不用去了。主人，接下来就要靠你了。靠我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！我们现在处境危险，这些妖怪就是忌惮灵犀屏风和你在这里，才不敢贸然出手。现在你跟着我做，要不然等他们发现你不会使用灵犀屏风的话，就会大规模进攻，那就糟糕了。好。那个女孩不会用灵犀屏风，兄弟们冲啊！跟我念，灵犀屏风。已经被你封印起来了。被我封印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你做得很好。
主人，你来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三个跟着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灵犀屏风缔结契约之后，我们就是主仆关系了。我们三个的目的就是服侍主人，完成主人的心愿，让主人开心。契约有效期限是十年，十年之后，契约就会自动解开。但是，你们为什么要和我缔结主仆契约呢？我们和你缔结主仆契约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本大王已经在预仙笔中被封印了99年364天，还有一天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。现在可好，提前一天被你放出来，又被封印进灵犀屏风，不但要再等十年，还要被你奴役。你以为是本大王自愿的吗？闭眼，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脾气啊？那你们为什么会被封印进预仙笔中呢？好像也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情。我有一段记忆遗失了，不记得了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别再提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其实这都是缘分，缘分把我们绑在了一起，也或许是我们身上都还背负着太多的孽债，需要您来帮我们赎清。哦，对了，主人，你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，尽管说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在所不辞。真的可以帮我完成心愿啊？这个我可得好好想想。灵犀屏风之所以会被妖怪看上，就是因为它有缔结契约的能力。主人，这十年的时间，你可要好好利用起来啊。那个，你叫白生是吧？你以后别叫我主人了，听起来怪怪的。你们以后可以叫我郑雪景。好啊好啊，我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，我现在的心愿啊，就是好好的出去大吃一顿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现在肚子都饿扁了，我们赶紧出去大吃一顿吧。好啊。可是你的腿，我有办法。有了，我有腿了，我有腿了。白胜哥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行啊，这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注意算好时间，只能保持三个时辰。好厉害啊！谢谢于渊哥哥。好了，现在小黑的腿也好了，那现在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于渊，伤口包扎完了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不去。啊？真的不去？不去。于渊哥哥，我们都被封印了几百年了，一起去大吃一顿吧。说了不去就是不去。Thank you.
没事吧？姐姐，雪晴姐姐，哎，起来！我没事。走。哎，为什么这些人看到你们都没什么反应啊？我刚才施展了一个法术，叫无定翼容术。施展之后，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看到我们三个都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。你们是不是会很多法术啊？能教教我吗？人如果想学法术的话，必须先修仙，那是一条漫长又痛苦的道路。我劝你还是不要了，有我们三个在你身边就是你的左膀右臂。你也没必要学是吧？雨言，你能不能消停一点？所以今天都是他在害我。雨言虽被封印百年，但心魔未除，十分危险，你要万事小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